年至开春就报喜了，一月份合并营收8.57亿元，月增10.2%，创下29个月以来的新高。法人表示，盛阳科受惠于欧洲急单挹注，占比拉高到20%左右，同时国际销售价格也走稳，盛阳科第一季的业绩可望维持成长的趋势。